因为我们村民到现在目前为止呢，不统一啊。有的人说，户籍先不用迁过来，嗯，还是放在山上，嗯，啊，有的人是说，也不叫嘛，不了，已经，我们都已经迁到这里了。有的嘛，迁到位。对啊，啊，但是有的人是说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外面还有房子还是怎么样。他们迁进来之后，他们好像要迁出去。嗯。有些是这样子的，确实是有些是这样子，迁过来之后，有的人还迁出去。嗯。不是迁到山上，就是迁到外面。迁到外面哦。对啊，那比如说，像有的是在外面读书的小孩子，他的户籍也如果是在外面在外地读书的话，就是那种就是寄居嘛。嗯嗯嗯。寄宿很。对。那他们的问题也是很怎么讲，很模糊啦。嗯。有的人是真的是需要，就是像学生这样，也是需要。那但是有的人是为了可能是有某方面的那些问题。嗯。他们就会想说，想的很多啦，变成是说会影响到我们村里的那种，没有那种。我迁住到这里，我就是要永久住在这里，不是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就是我们住在这里面那种啊，不呢，永久住的意思。对对对，而且好像不要，就是说他们也是以想是说山上的房子还是要归给我们。嗯。马路大，马路阿拉伯那西湖还是什么？只是上次的开会很多次了嘛，哦，很多次，但是他们政府都已经摆明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一乡，那个来一村，不是有纳到那种那个比较那个危险区域嘛？对对，对啊，危险区域可以划分，对对对。但是说我们村民还没有决定说真的是。那个叫什么？一样的啊，盖章的建门，那我们还没有签名就对了，还没就是决定权还是在我们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又我们不是签合约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最后一排六个字，就讲说就是说县府跟我们还有红会就已经签合约了。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之内，他们叫我们迁户籍地的话，如果说没有在这个限制的时间内把户籍地迁到这里的话，他有写说依法办理。嗯，对，那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。对，他说他里面的内容有讲到依法办理。对对对，只是说县政府这里没有搬出一个真正的详细的内容就对了。对，但是还没有，因为红会也没有那个立场帮我们，因为他毕竟对他 NGO 公啊不拿团体。对，然后县府是最大的马路调查局啊，主权。对，是说我们村民也不了解这一点，有的很多人就是好像那种。What the?